Hello， 我是大星，今天来做一个超大的草莓软心脆皮砖，先来给它搓成一个草莓形。形状已经大致完成了，给它淋上石膏粉。这个草莓真的好大呀，现在有点单调，来给它上个色。这颗草莓可以说是非常大了。放的时间有点长，所以特别的硬，拿个锤子来试一试。哇，真的超硬。我感觉我好像在扒墙皮。软心脆皮砖做完的话一定要及时玩，一般放个一两天就可以了，我这个好像放了大概有一个星期吧。